有请 AC 老师。OK， 我跟他们两个见面像是那种很久没有见过的朋友，但是我们之前从来不认识，我只是看过他们。然后呢，我在来教之前，我也是看他们两个的视频，也有看 High Heel， 还有他的舞台，然后我就疯狂的在看，哇 ，OK， 那我知道该怎么弄了，简单漂亮，而且要好看，哇哦！就是我昨天回去之后，然后我室友跟我说，天哪，静你听到了吗？昨天我们排练厅有个人男生的声音好小，一直在说放大动作放大，然后我说那可能是我 AC 吧。代言他说哎静怡你这表情不够哦，我说我可以的，舞台上要夸张一点，要漂亮，哇，夸张一点，美丽，不用麦了，哇，就是我们一整个排练的状态都是一个就是非常嗨的状态，就有时候其实我们昨天拍得很晚，就整个人就是已经就是游离的状态，然后 AC 就一直嗨起来，这一嗨起来，这一直谁状态谁好的，接下来进行的就是我们积分战的最后一轮 One One 的 battle。 在 battle 开始之前，我为大家公布一下现在的积分，我们锐角锤子联盟现在积6分，旗袍鸿雁联盟现在积10分，暂时领先。那我们最后一轮呢，将会有5分的积分，也就是还有机会可以翻盘。哦，我们继续加油，加油，加油！两组将会派出的选手是，我们那边的是龙彦真、吴思。我们这边派出的是 Barbie， 还有毛振熙。当然有信心。是拿一轮还是拿全部吗？拿全部。好可怕，毛振熙。他们俩压力很大。加油，加油！我们的 battle 将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阵营交叉 battle。获胜的一方将可以为自己的队伍积1分，并且进入到我们最终的 1-on-1 决赛。芭比加油！而决赛胜出的那一方将会为自己的队伍积到3分。好的，第一场由伍思对阵毛正熙。因为我知道毛毛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dancer，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作为团队出战，再加上我们又是比分落后的状态，我就想说如果能帮大家赢回1分的话，那1分是1分。 Let's go, let's go。 每个人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音乐类型。伍思，震感舞曲。震感舞曲 popping。 自由街舞。自由街舞 hip hop。我们来转瓶子决定一下出场顺序。真的 battle 了，好看的，我要站起来。好的，由伍思先出，每人将会有30秒。如果你们期待这一场 battle 的话，全场的观众再给我来一点尖叫声。OK DJ drop the beat。
battle 过后，谁将晋级到我们的 One One Battle 的决赛呢？这局 Three Two One， 恭喜毛正熙第一位晋级到我们的 One One 决赛。接下来龙云竹对阵 Barbie。在之前还是先问一下，想要的音乐类型是Old School Hip Hop。 Old School Hip Hop Barbie E-Funk。 E-Funk， 我们来撞停决定一下出场顺序。 Barbie， 我其实代表自己队去出战的时候，我是有绝对的信心去赢得这场比赛的。其实有点慌，因为对战的是 battle 的老前辈了。告诉自己别怂，龙主你是最强的。Body go first, are you ready? Drop the beat.